要么打一架，要么放我过去。别啰嗦。姑娘这脾气，放眼整个元都，也是独一无二的呀。到底怎样才能让我过关？莫急，莫急。在下，既然被称作绝句，那最擅长的自然是对对子了。姑娘今日来我们天下楼，小生正好讨教一二。 你这明明是难为我！哎，凤舞这家伙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，这不是刁难人吗？闭嘴！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不是诚心刁难我吗？如果讲究平仄押韵，确实困难。姑娘只需要对的字数工整，意思新奇，便算过关。 加法、减法、乘除法，法法定乾坤。姑娘果然有奇思，可是小生不解的是，何为加法？何为减法？又何为乘除法呢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我按照规定来，那不就行了吗？那小生继续了，黑无常，白无常。 黑黑白白，白素阴阳如晦。假命题，真命题，假假真真，真显人生几何。这又何解？大师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莫急。 小生多事劝一句，前路凶险，还请姑娘不要再往上了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还是要过去。世间至宝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吗？宝物不宝物不重要，既然许诺了朋友，我自然要做到。既然如此，姑娘请出题。正弦定理，余弦定理。 定定凡心，明真理。恭喜你过关。这地方阴森森的，你小心点。知道了。
这折翼鸟的威力挺大呀，看来这一关应该是过了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，过！先让他跳吧，这关让你过了。谢了。